他在长安城当了9年不良帅，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这样的百姓，每天听到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生活。对达官贵人们来说，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，这些事更是习以为常，但对他来说，这才是鲜活的。在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安城，在他们身边，他才会感觉自己活着。浮生乱象，尘世危局，仍守道心，乃明士。手挽狂澜，怒破绝境，唯念声名是英雄。如今能救长安城的人，只有他。